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猛宅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很久都没有出片了。其实我没有出片是没有什么很大原因啊，我大概是有一个月这样没有出片了啦。然后其实我为什么一个月没有出片，其实只是想要给自己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罢了，一个月多这样子啊。因为最近还是有别的东西弄到我心很烦啊，就是不是讲体力的累的，就是心很烦很累，所以就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这样子啊。然而就在这个期间呢、啊、，OK， 我休息的这一段期间 ，OK， 我休息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，OK， 我这一个月没有拍片都不是很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我在休息的这个期间有一个重大消息要跟大家讲。这个重大消息就是大马六哥即将要离开 Sub House。你们看一下我这间房间是不是即将要成为我一个人的睡房了？然后那个大马六哥他就睡在这边。哦，请问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差不多要 farewell 了。我要擦眼泪先。很感动，他自己也受不到，他已经忍不到了，他也不想要有这样的结局。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是讲发生什么内战啊那些，不是。对对对。就是私人问题。私人问题。也是很舍不得的，其实就是大概明天这样啊，明天这样下午。下午对。可能我就跟他看还有谁要跟他一起去吃个东西，这样他就会开始离开这一间工作室。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来了解一下详情。问题出现在是我自己本身啊，就是啊 ，maybe 就是 YouTube 那一方面是不太适合我，然后也找不到我自己的特色在那一方面，也没有完全怪 YouTube 的错啊 ，maybe 是我自己找不到我自己特别的地方排出。那些影片给观众看，我觉得我还是会有拍一些影片啊。对，虽然这个月也是跟光明一样也没有出片了。对对对。然后过后未来我还是一样会出一些 vlog 影片啊，有时间会下也是会来上炮找一下小林他们其他人拍一下 prank 这样哦。就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会回去就是做工，就是他会在外面再找工来做了。对对对对，就是本来他是觉得哎 maybe 先全职做一个 YouTube 试试看有没有成果。没错没错。然后他给自己一个期限，然后期限现在已经到了，就是不理想，不是讲没有赚到，就不理想哦。所以就没有办法，就只能够把这个东西分出来，就变成八代。其实也没有怪，就是不是 YouTube 问题哦，就是我个人问题，还有我家人也很困难，所以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对我来讲是不够的，所以我还需要去努力，对，去找更多钱，没错，给家人。对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最近也是有卖电子烟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来下面的那个啊，我的下面的那个链接。对 对， 对。如果有兴趣，就最好是21岁以上啊。对对对，最好是21岁以上啊。对。或者你的亲戚有比较老的啊，抽着烟啊，叫他们改成电子烟会比较好。对对对，其实确实是有效果啦。我有很多朋友就是本来是抽那种草烟的，然后过后就变抽电子烟，习惯了过后就真的没有抽草烟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当然也不是好，我也觉得哎，电子烟不一定就是好，可是。对。至少比草烟好，可能有些观众会讲，哎呀，其实很多新闻讲电子烟更差啦，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还是会开始了、所以其实就看你怎样看咯。我个人的话，我是觉得确实可以比草烟更好啦。二来就是你讲话也不一样抽这样咯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卖给小孩子的，就算有小孩子 PM 我，看到他照片是小孩子，我是没有 reply， 完全是没有 reply。然后就算你们20岁啊，想要体验电子烟，我也不会特地给。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讲它的本身是健康的，也没有讲到180%危险那一种，就是给那种想要戒掉烟的，不想再抽草烟的，换来电子烟一下会比较好。然后就是这样的原因，所以大马六哥就选择了，就是要把 YouTube 变成从 full time 变成 part time。所以就是讲，不是完全没有出片，是很少出片罢了。很少出片。对，他会专注在他的那个工作上面。对对，就这样子。可能我在那工作突然间好起来，也不能讲，就是也在暴露好起来。哎，突然间我又有那时间，我又可以回来这边跟他们一起拍片。没错，像每个月都会出大概6部影片这样。对对对，其实他也不是完全讲就这样子离开啦。其实他这边他还是会可能有时候拜六礼拜会回来一下子啊。对对对，会聚会一下哦。对，就是还是回来听一下改这样，联络一下感情这样。对对对对，跟我一起干个炮这样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OK。
OK，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Love You Girl 这样子啊。所以明天我们再继续这个影片，就是明天我就要送他 farewell。farewell， 对对对，直接拍那个画面，我去那个另外一个地方。对对对，我会亲自送他这样子，然后带他去吃一个饭，然后再给他去那个地方去做工，这样子。是有点伤感，那个是没有办法，就因为很现实的嘛。现在就会比较少抓着相机哦，对对对，就不会抓着 steady cam， 没有办法讲话。东西是现实的，如果这边不能，就不要硬硬来了。嗯嗯嗯。可是我像我刚才讲的，已不是讲完全没有在做 YouTube， OK？ 对对对。啊，你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 YouTube channel， OK？ 记得去 subscribe 他的 YouTube 这样子，没有错。然后突然间忘记掉我这个。啊，还有他的 IG 也记得啊！你看，如果他没有拍YouTube， 他一定会拍 story 的嘛。所以你们去 follow 他的 IG 啊！对对对，没有错没错。最近我发现到我一个月没有出片哦。啊。IG follow 掉了。掉了。掉一百啊！这么多钱都掉一百啊！哦，这样子是正常啦，因为你没有做东西，自然就会掉。就人家不想关注你，正常啊，我还是正常。其实我像我突然间不想关注的人家，就个人那、啊、个人的问题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，就因为这些都是 public 的嘛，你不想他就 unfollow， 你喜欢他你就 follow， 就这样简单。对，啊，就是这样子啦，所以我们就等我们睡醒过后再继续。The next morning. Yeah, let's go. OK， 大家，所以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啊，所以你们会看到房间会有点改变，因为大马哥已经收拾了一点点他的东西啊，所以就是他的床咯折起来咯，因为他可能还会来睡嘛。然后他的包袱已经空了，这边本来是他的那些衣服的东西，所以现在他已经收拾完毕了啦。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跟他一起吃个饭，这样子，就是 farewell 的最后一顿饭这样子啊。这个场景让我觉得有一点怪怪这样，所以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最终还是现实为主，我们去看一看大马六哥现在在做梦。哇，你已经 Q 完了啊？哦。哇，一包两包这样喂，还有这一箱，刚刚那个空位就是放这一箱，这一箱是衣服，所以他现在就走了。所以一个东西的成功与失败呢，到最后的结果呢是很大分别的。就像现在这样，如果 YouTube 没有很理想的话，就只能够这样子搬走了。所以也没办法，因为毕竟现实还是现实的，所以。所以等一下你要吃什么？比拉米吃一下，我顺便要买东西。三味比拉米的，你买什么？我买那个床的那种，什么叫 mattress 啊？哦，就是好像地浪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东西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就送他一程，陪他去三味比拉米。OK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选了一个日本餐厅来吃。OK， 就是我们的 farewell 的餐。farewell 餐。所以你要吃什么就叫。叫啊。一定要吃给他饱啊！吃给他饱啊！哎，看在是你 farewell 的山，我请你吃哦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传说中的 mattress 就是那个床垫，垫在床上面，就是你的床很硬嘛，所以你垫这个就比较好睡一点。在这之后，我们就要送他一程了，就是他驾车去他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送他一程，然后我再自己回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所以现在大马六哥已经到了他的公司所在地了啦，所以现在他就要搬他刚刚买的东西去他的公司了。OK。好要起啊，兄弟！好要起咯，还有眼泪要流哈！快搬啊，快走，快快快，快点啊！阿舅妈，耶！阿舅妈，哦！我不想一个人生活。那一个人生活，那边几多同事哦。让我把记忆点长冰。喂，不要唱了。拜拜。啊？手啊手哎。我手指有没有放在那边？有啊。啊，佳佳。Say goodbye, my friend. 嘟嘟嘟嘟嘟。我会想给你玩的。Yeah， 走啊你。给大家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回到了 Sub House， 然后，哎，很可惜呢，还是要走了一位我们的成员。可是其实也不算是完全走了，就是只是多了一份工作吧，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。然后人家都讲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所以到最后这种结果也是避免不了了。OK， 今天总算是完成了我的任务了，就是跟他 farewell 这样子哦，是有点可惜，可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。大家也多多祝福他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，OK。